啟德郵輪碼頭位於牛頭角分區，前身是舊啟德機場。碼頭在2013年10月開始運作，可以停泊全球最大的郵輪。現時郵輪碼頭是香港重要的國際交通樞紐和重點基礎建設。啟德郵輪碼頭條例在2016年6月正式生效，除了規管了碼頭的運作，亦都定明了附近一帶的禁區範圍，包括了對出的水域。Freeman， 不如同我哋講解一下一啲要注意嘅事項啊。好啊 ，Kevin。根據啟德郵輪碼頭條例第9條，啟德郵輪碼頭泊位對出嘅100米水域已經被列為禁區。任何人如果未持有有效嘅許可證而進入禁區水域，已經係違反法例，一經定罪，最高可被判處6個月監禁及罰款25,000港元。我知道喺法例生效之後，亦都有市民係誤闖禁區水域，相關嘅情況係點樣嘅呢？我哋喺2016年接獲4宗誤闖郵輪碼頭禁區水域嘅案件，經調查之後，發現誤闖嘅市民只係喺禁區範圍進行釣魚或者潛水嘅活動，並唔係故意闖入禁區，而佢哋都唔知道有關嘅水域已經被列為禁區。最後，不如再提醒大家。好啊，我想重申，啟德郵輪碼頭泊位對出嘅100米水域已經被列為禁區，任何人士闖入，無論是故意定是無心之失，已經是觸犯法例。加上禁區水域範圍是大型郵輪的航道，誤闖禁區很可能會造成危險，所以警方呼籲市民切勿進入禁區水域範圍，以保障安全及避免觸犯法例。